这两盆扦插的这个栀子花，上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因为一直没有把它搬出去。大家看，之前都还没有长出来的这个枝叶，现在都全部长出来了，这个长势非常的好。现在我就把它搬出去正常养护。我就把它们放在这个地方养。这个栀子花它是喜半阴的，除了夏季的话，其他季节可以给它晒几个小时的太阳，夏季就要给它遮阴，摆放的地方通风一定要好。另外呢，这个栀子花它是南方花卉，它夏天不怕热，但是冬天在南方地区室外可以过冬，但是北方地区的话，冬天一定要搬到室内去养。这两颗栀子花我都是想把它培养成那种树形的，所以现在我就要给这一颗打底，从这个地方剪，让它从这里长出两个来，这样剪掉，像这颗一样，这个就是之前打了顶的，然后从两边冒出了两个芽来，等这个再稍微长高一点再给它打顶。这个底下新长出来的芽一定要及时给它抹掉去，可以节省营养。